阿令你没见过的花絮之师姐穿嫁衣来乱葬岗。这是什么？你以为要嫁给你？你给我闭嘴！不是我，是真的。你说了不算，你说了不能。你又不信我，又不信他，是非要那个谁说好看，我才信的。还没出生的外甥。好，男人今世下一辈是自卑，就叫金玉兰吧。不好，金玉兰听起来像兰家的吧？哎，再一个来。从来都不是我料定的日子，该有一天你要知道，我说的才是对的。顾无羡，你想好，这次你走了，我们这些人，你熟悉的这些人，可能都要很久都见不到了。但是我回去是要去见你熟悉我们来听听肖战是如何回应对回去见熟悉的人的理解。我是他们的支柱，如果我选择留下来，他们就死定了。所以我说我回去也是要见熟悉的人，其实并不是说熟悉的人，说转头还有一帮人需要我，所以我必须要回去。师姐还有你，还有金子轩。OK， 不然其实是很舍不得的，而且我也没料到会在这里见到你认识的人。抖音。